泥鳅钓鱼技巧。泥鳅直接用来钓翘嘴的效果比较好，在选择泥鳅的时候要选择小一些的，避免翘嘴吞不下去。用泥鳅钓鱼的时候最好用活的，活的泥鳅扭动更容易吸引翘嘴的注意力。用泥鳅打窝的时候，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些玉米粉或者是白酒，白酒的味道比较浓烈，在钓鱼的时候更容易吸引鱼上钩，尤其是在秋季和冬季的时候，气温和水温都比较凉，钓鱼用香味和腥味重的饵料比较合适。在选择泥鳅的时候，不要买死的，尽量买活的泥鳅。